才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，等待那一天。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，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。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哎，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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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有你的，恭喜吃饭了！谢谢，谢谢，晚上酒了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雪山山，好暑假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又有我们了！太好了！哎，你们也过来。大老板竟然恭喜我，不对，这一定是某种凝聚员工向心力的特殊手段，搞不好是系统群发的吧。程娟，我已经通过试用期成为正式员工了。以前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请你多担待。关于老板，我的确是帮了他一个我力所能及的忙，但绝对不是想跟他攀任何关系，请你理解。我知道我不够聪明，但我会尽力做好你交代给我的工作，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拿老板的事情攻击我了。多谢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反正我都快要离职了，其他同事过得去就可以了。珊珊，出来一下。手机带了吧？手机，带了。拿出来。我给你传样东西。上次你跟我分享生活能量的使用心得，我做了第二代测试版，你用用看。谢谢你跟我分享心得，对我来说都是启发。我启发了齐帅。哦，对了，还得恭喜你，成为正式员工了。哎，谢谢。好了，传过去了。记得用啊，有意见再告诉我，你的意见对我特别重要。好。行了，我还得开会去了，下次再聊啊。你泡咖啡吧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。好，那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早安。早啊，杜凡。恭喜你成为公司正式员工，待会儿一起吃饭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我请客。好。珊珊，你也该向我交代清楚了吧？好歹你都已经过了试用期了，你也没什么可顾虑的了。三个月，总该一些信任和坦白吧？正是这个意思，同部门同事之间更加了解彼此，总没有坏处吧？而且我们哪天得罪了大红人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就是，珊珊，我们实在是看不透了，你的靠山到底是齐帅还是大老板？哎，我跟大老板跟齐帅都没有关系的，不可能没关系。你没关系，你就三天两头去老板办公室吃午饭，然后齐帅还能来找你。就回答我们两个字，老板还是齐帅？说呀，快说呀，你快说呀，你！哎呀，够了，你们有完没完了？不是特别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五台的第三行啊。进。那个齐帅。大事不好了，珊珊她跟别人吵起来了。什么？哎，你们千辛万苦的考进风能，就是为了讲这些无聊的八卦吗？说什么呢你？舌头那么长，为什么不去申请一个机器？哎呦，你是谁舌头长？不是我说，你们都挤在这小小茶水间，是干什么呢？啊？都好奇是不是？行，那我告诉你们，珊珊啊，目前跟大老板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是，就是有那跟你们也没有关系啊，是你们工作的重点吗？我知道呢，你们职场八卦在所难免，但也得有个度，是不是？都是一个公司的人，你们这样吵吵闹闹，影响多不好。可是他说他是他女朋友，就是呀，刚讲的破球电灯泡，凭什么？就是我女朋友，用什么资格说？他就是我女朋友，不要脸的他说，不能说，走，走，哎，等一下，走，走，我们手牵手一下，放开，不说呀。再来一趟。行了行了，都散了，工作去吧。快走吧走吧走吧。你，打下一本。啊！不可理喻！明明就是你叫人家来的，搞得好像我们爸扒着你似的。好了，就在这一次。我要把心里想说的全部都说出来。现在我也是正式员工，想开除我也没那么简单。哼，挑菜虽然是我的特长，可我也并非只有一技之长啊。而且也不能这样没有尊严的使唤我。不管了，就这次了，我一定要说明白，要么不再挑菜，要么就歇菜。哼，我就知道会看到你。我就在想啊，老板今天恐怕又没有心情吃饭了。他每次一跟你吃饭，心情就会好多了。你愿意来真好。今天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。
知山有虎，要不要向虎山行呢？可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今天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。今天的菜色有糖心莲藕、东坡肉、玉米炒黑豆，还有桂圆细米露。你不爱吃糖心，就把莲藕留下，把糖心剔掉。东坡肉呢，会把肥肉给你剔掉。桂圆细米露是你的最爱，把我的那一份也给你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如果你不喜欢吃黑豆，以后就别让你家大厨再做黑豆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再给你挑了。吃饭吧。不合胃口。嗯。但是今天从你脸上看不出任何好吃的表情。嗯。今天心情不好啊？我看是你心情不好吧，你还关心我。那个杜凡，他真是你男朋友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其实他是我同期的好朋友。只是看不惯那些同事欺负我、嘲笑我，他才站出来说话的。杜绝流言。流言。嗯。跟谁的？是跟齐帅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郑总监的。不过，这不可能啦，怎么是真的呢？你还是专心吃饭吧，少说话。今天菜怎么那么难吃啊？你得问你家大厨。哎，他们家咖啡不错，你尝尝。嗯。
尚姨呀，嗯，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儿。嗯，真的很抱歉，今天我借了你老公用了一下。我哪来的老公啊？你真逗！网络上的老公也是老公啊！哎，你们不知道，今天杜凡当着所有对我酸言酸语的同事面前大喊我是他的女朋友。你不知道，杜凡今天可 man 了，业绩更是没话说，还惊动了财务部、齐帅甚至大 boss。但是杜凡依然是面不改色，心不跳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有义务要跟你解释一下啦。杜凡最喜欢的是你，你才是他的最爱。不要生气啊！哎呀，好啦，他都当着那么多人面说你是他女朋友，喜欢的就是你。如果当时你在场的话，你肯定会气的说咱俩是女恋的。那么严重啊？嗯。我没事儿，反正有人给你出气就行。你只要我在，我没准就打他们了。哎，珊珊，你刚才说这齐帅和大老板都被惊动了，那这齐帅什么反应啊？齐帅一定会误会吧？我当时真的很想当面跟他解释清楚的，但是大 boss 在那儿，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齐帅肯定会误会的，哎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啊，怎么办呀？双姨，齐帅误会了，怎么办呀？我想想，我想想，我想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他也不一定。啊，据我感情专家的经验，一个男人要是对一个女人有感觉的话，这个女人越是抢手，这个男人越在乎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说不定明天齐帅就给你表白了。哎，就你这种闭门造车的情感专家，还是免了吧。珊珊，你可别听他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这要解释早点解释，这越拖事儿越大。你现在就给他发个短信。快。不劝导公告，鉴于近期办公室内流传私人绯闻，严重影响职员工作效率，人事部再次郑重倡导正确的职场工作态度与道德理论，禁止正常同事情谊以外的私人情感交流。这不是就给你量身定制的禁爱令吗？这下篓子捅大了。哎，我问你，怎么回事啊？禁爱令啊！哎，我说你啊，你说你堂堂一个大 boss， 啊，怎么就这么小肚鸡肠、小心眼儿，还出什么禁爱令？我拜托你想想好吗？都不用我这个高手出手，你都能想到，这个薛珊珊跟杜凡肯定没戏。我只是提醒集团员工要重视工作效率，我请他们过来不是聊八卦的。我听到的传闻，怎么是你跟薛珊珊好了？我？不会吧？不是，我听到的可是你跟薛珊珊啊！你听谁说的？自个儿瞎猜的吧你，你别瞎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多跟阿妹他们去聊会儿天儿。每天可是大 boss 您把薛珊珊叫到你办公室跟你共进午餐的。哥们，我得劝劝你啊，这能打啵的时候千万别只是拥抱，能拥抱的时候呢就别只是牵手了，得积极主动。这薛珊珊啊可不是什么高级名媛，谁都可以追的，追她的门槛并不高。虽然说呢，
你是其中最优秀的，但是你觉得这种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的感情，你觉得女孩会有安全感吗？还是你压根就不敢主动？才不是。哎呀，既然不是，那你就追啊！啊，用正常的方式去追人家，这样薛珊珊在公司也好做人，也不至于闹出今天这出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已经能量复活了，你要不追我可追了。加油啊！嘿，你是不信我是吗？哎，真漂亮，你看这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天天在办公室里眉来眼去的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要我说，干脆办趴儿。办趴儿、啊？我每年都办趴儿的，圣诞节的时候找好多出版社的朋友来。今天你不是在吗？也加你一个呗。你呀，可以把你正基先生叫来了。你要是觉得尴尬，我可以多叫几个朋友了。至于那姓杜的，你愿意叫也可以把他叫来啊。六六，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双姨。你说这禁爱令才颁布几天呢，你能不能消停一下？你们两个脑子瓦特了。禁爱令那是公司内部颁发，咱们现在是外部的事儿。再说了 ，party 跟他没关系，多叫几个朋友，没准在 party 上就能成几对呢。看你这就是背离，想约杜凡直说呗。哎，那你说要约的杜凡，他是算你约呢，还是算我约呢？随便，行，我约就我约，你知道？哎呦，就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讨厌你，你呢？你可以约几个美女漂亮、美女可爱的女孩子，这样你的情敌就少了。哎呦，我惹不你啊！讨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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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厌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说呀、啊？哎，对了，刘刘，那个，不如也约你的男朋友来家里坐坐吧，啊，这样认识也不愿太尴尬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，哎呀，好男人不能看得太死，我们都是好姐妹，放心啦。不是啦，他最近工作挺忙的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。扫兴。不至于吧？圣诞节晚上还要加班吗？哎呀，柳柳，我上次就是在你搬家的时候那么惊鸿一瞥的瞄了一眼。哎呀，男朋友不带给好姐妹来鉴赏，可说不过去了啊！对呀，别那么小气。好了，我问问他吧。确定了？耶！那我们到时候。这些文人真是矫情。谁跟谁做，谁不跟谁做，谁跟谁还得背着做，啊，头都想破了。你这一大早忙忙叨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是书店圣诞夜的开幕 party。哎，哥，你要不要约那个薛珊珊一起出席啊？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约薛珊珊？你什么时候去管理书店了？因为呀。丽叔在欧洲圣诞节买不到机票，所以呢赶不回来，我就替他代为打理书店。那珊珊嘛，我是觉得她人好可爱，想多了解一下她。到底约不约嘛？我要出个谈并购。并购？哪个呀？韩国 KM。圣诞夜出国谈并购。啊，那我们延庆也要去啊，那没人陪我过圣诞节了，我会好孤单的，不行。哎呦，没事，咱们今年的跨年好好过，行吗？延庆，你先不用去，我和郑琪一起去看看对方的实力，毕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嘛。行，放心吧，我要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好好的想想。冷静啊。你是指 KM 还是薛珊珊？我亲爱的妹妹，太聪明了不好。
什么样的 party 没见过呀？要怎么才能让他答应出席呢？干嘛呢？阿姐，走，哥，我进去啊。珊珊，我非常理解你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，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想想，老板这么做那也是因为吃你的醋呀，这样才会下禁爱令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老板这么做当然是有点过分了，一定公私不分，可是吃醋的男人实在是超帅的啦。珊珊，我都羡慕死你了，所以你就别生老板的气了，正所谓床头吵架床尾和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这算什么禁爱令呀，它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示爱嘛，简直就是浪漫死了啦。阿佳，阿佳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怎么了巧巧？珊珊，你是不是跟老板闹翻了？就是就是，怎么说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所以以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你们尽量的压榨我吧。珊珊，对不起啊，其实呢你也是知道的，这个禁爱令事关重大，再说了我们进这个集团不都是为了想找一个青年才俊嫁了，所以才是呀。所以你看现在颁布这禁爱令，摆明了就是让全体男职员名正言顺的恢复单身嘛，那最受苦的还不是咱们女性同志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珊珊，珊珊，那你就去跟老板说说，让他收回成名，行不行啊？哎，拜托拜托，各位姐姐，我们是来工作的，又不是来谈恋爱的，并且我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我怎么跟大老板说呀？难不成我跟大老板讲？老板，请允许我们在办公室谈恋爱吧，请允许我们把办公室改成非诚勿扰演播厅吧。哎，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，珊珊。其实呢，你要是不帮我们这个忙，我们也能理解的啊。理解。你想啊，两个人看对眼了，他们总要发展地下恋情吧？嗯。这恋情一旦地下了，对谁都没有保障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意思。你看，大家不能宣誓主权，天天搞得人心惶惶的，你说谁能认真上班？你说是不是啊？说的也对啊，工作环境来来去去就这么多人，不跟同事谈恋爱，跟谁谈恋爱？就是。哎呀，不要搞到最后我们都成剩女了。万一齐帅也用禁爱令这招拒绝我？好吧，再怎么说这次祸也是自己惹的，我去跟老板坦白从宽。嗯，那我去试试看吧。老板出国了，跟齐帅一起走的。啊，齐帅也去了？对啊。嗯，我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老板打来的。喂，老板。阿妹，帮我补上过去三个月对韩国 KM 的营业报表。嗯，好。过去三个月的，马上。老板，薛珊珊找你。找我？他什么事啊？没事。嗯，薛珊珊说她想你了。老板，我已经发过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谁啊？谁找你啊？没事。看来我的决定
是非常正确的。什么决定啊？出国。阿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觉得你挺像他的呀。我没有。哎呀，你不是特地上来找他的吗？哎呀，臭阿妹，好丢人呐！等大老板回来较真了，我还得继续当挑菜工吗？啊，更惨的是，圣诞 party 还要不到正旗。哎，你们快来看，这是齐帅跟那个韩国明星现在好红的那个女的。哇塞！哇，今天遇到大方美丽真女人。真女人吗？我们就不是真女人了。就是呀，真是有种躺着也中枪的感觉哦。哎，这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这假鼻子假眼睛的，一看就整出来的。算了吧，像我们这种啊，既没有钱又没有勇气整容的女人，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齐帅真的是吃肉的啊。吃肉的怎么说？你想呀，这儿黄大老板一定站得远远的吧。你看看这个齐帅啊，派对上刚认识的，这就懒洋洋脸了，这还不是吃肉的？哎，就是。不过呢，这话说回来，高富帅就是肤浅，哎，就喜欢这种韩国明星。像我们这种呢，原汁原味、纯天然、无添加、非转基因女人，怎么就吸引不了高富帅呢？对，不要再自恋了，齐帅。继续继续，好啦，齐帅啊，我进公司有三年了吧？这期间啊，听到齐帅的女朋友起码有七八个。哇，这么多，这么好，什么音乐家呀、舞蹈家呀、模特，那个个是乱花飞舞、八仙过海，搁一块儿那就是一个中华小姐大舞台。齐帅的习惯就是不吃窝边草，更何况我们公司这些人怎么可能跟他前女友那些比啊？像我们这些庸脂俗粉啊，就只有做报表的命了。哎，是了，齐帅呢，他就是个帅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呢，就是一些虾兵虾将。怎么能高攀得上齐帅呢？哎，不过只要三天，给我三天就够了，能够做齐帅女朋友，就算被他抛弃了，去死而无憾。珊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人家珊珊也借高，没有兴趣听啊。不这么说啦。小兵小卒只是用来守卫帅的，不是用来跟帅谈恋爱的。一开始都知道了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在难过什么呀？现在只有柳柳才能了解我心里的痛。大姐，我跟你说了，那只是朋友。朋友需要每天接送，怪不得你最近总早出晚归。我加班。哼，那照你的意思，只要是加班的，你就要挨个送个遍。还有，是姑奶奶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我薛柳柳就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，我现在就来给你讲道理。你这什么道理啊？你刘成浩。我告诉你，你是个男人，你得对你自己的事情负责任。我现在身为你的女朋友，而且我们俩还在一家公司，你做这样的事儿，你让别人怎么看你？怎么看我啊？薛柳柳，我到底干什么了？你看看这对情侣，从搬进来就开始吵吵闹闹，这女孩看着挺文气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以柳柳的个性，肯定不愿意我看到他跟尤成浩吵架的样子，说不定还会好胜的干脆分手。这样场面更难处理。我还是找时间再来问他吧。你以为你是副总经理就了不起了？你就可以当什么人都不存在了吗？视我为无视是吗？薛柳柳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他只是朋友而已。像柳柳这么优秀的女孩也守不住尤成浩，总自卑的男人身边女人还怕少吗？光是那个谁，这人家根本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，就算是注了水，那人家也是一块注了水的牛肉。我呢，顶多也只能算是菜市场里哪家没有牌子的猪肉，连注水的必要都没有啊！啊！
我怎么会幻想自己能跟郑琪交往？郑琪人是好，可他对每个人都好，从来都不是特别的对我好。难道我真的是情商太低，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吗？嗯。有个大学同学聚会，嗯，好吧，好吧，耶，深深，你真好，啊，深深，大老板不在，可以跟朋友聚餐了，要不跟我去联谊？好了好了，来了，太感谢你了。你把这把上，对对对对，这样，哎，来，我把电叉看得怎么样？咱们的作品就完成了，哎，啊，耶！哎哎，你把这个那个你给绑上，对对对，这么缠这么缠，从上往下，你别拿金的，你拿别的颜色，笨呢你。这个。对啊对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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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你别动，你把手这样。这样，对，这样，别动啊，哦，千万不要动哦，哎，哎呦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还有一个好东西，你别动啊。那个，珊珊啊。嗯。哎呀，你说咱们。公司现在搬了那个禁言令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就……嗯，我知道啊。哎，这样也好，以后你就不用再做我假男朋友了。来，我帮你吧。哎呦，本来是要邀请你的，但是我哥不是出国了吗？就怕你一个人过来了，没人认识也不好玩。来，都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作家，这多没意思。是啊，来陪我聊聊吧。哦，珊珊，啊，圣诞夜没跟朋友出去玩啊？啊，嗯，月底结账忙，留下来加班了。怎么那么没人性呢？平时加班也就算了，圣诞节还不放过你们。实话告诉你啊，嗯，丰台那个老板，他会把人给榨干的。珊珊，知道你辛苦，在公司也受了不少委屈，但是你不要一生气就不理我哥嘛，跑去跟别的同事好了。你说你跟那杜凡怎么回事嘛？果然是集团千金，就算不在公司，也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和耳朵。啊，那个，风小姐，嗯，你不在公司，我应该可以跟你说实话的啊。其实杜凡是我室友的男朋友，那天他那样只是替我解围而已，我没有关系的。啊，我说嘛，这样就太好了。其实我哥这个人吧，是。
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其实内心很柔软的啊。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呢，你就打电话给我啊。我不是他的员工，我不会买他账的。谢谢你啊，冯小姐。嗯，我在公司其实还挺开心的。你可千万不要跟老板说我有任何抱怨哈。冯小姐，啊，那边张作家找你。好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嗯，我也该回去了。那个室友办 party， 我也得去帮帮忙。好，那你先走吧，路上小心点。嗯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刘刘，你怎么坐这儿了呀？程浩他偷腥，我们俩本来性格就不太合适，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勉强，只是总经理程浩他爸一直对我都特别好，在工作上也很支持我的，再加上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，所以说我宁愿待在这儿跟他耗着，也不愿回家面对我妈。其实我最近仔细想了想，你说我这才多大呀，刚从我妈那个坑里跳出来，就跳进了另外一个坑里，我的人生可不该如此啊。所以我决定等过年回家以后，我要跟尤世浩讲清楚。珊珊啊，你会不会特别瞧不起我啊，觉得我之前对我的人生那么的不负责任？怎么会呢，不会瞧不起你的。我这几天也想了很多，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，都憧憬着能拥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，还有一份虽然平平淡淡却又很幸福的爱情，还有一份比较珍贵的友情，但其中最不靠谱的就是爱情啊，因为幻想成分最多，所以我反倒很羡慕你，最起码你能知道你自己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不像我傻乎乎的只会发花痴迷恋什么的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干嘛。可是迷恋有迷恋时的美，总不会像恋爱时这么辛苦吧。但是我决定从今以后我不再迷恋了，我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了。我当初来上海不就是为了工作吗？所以我决定从今以后除了工作我什么都不想了。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，一投入就害怕失去，如果开始是为了别人。